欢迎继续收看相关新地方的南投新闻。为了推广在地特色，滨江乡社区产业行销团队以在地生产的特色，自行研发出新产品，并由地方知名店家提供单位在假日人上济时阵摆摊展示地方的农特产，多元个性鲜的农产品嘛，吸引不少游客来捧场。为了推广在地农产以及社区产品，滨江乡产业行销社区都带着非常有特色的在地产品来到市集摆摊，透过亲自游客来推广在地产品，也成功把社区产业让更多人知道。今天我们的社区产业行销跟南投市凤山带领的社区产业行销一起做我们的产业行销，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办合成功，每一个社区的产品都非常多，最近社区都一直在推出按照古老的做法来做我们社区的产品，帮忙社区这些农民推销出去。每一个社区都提出在地生产的产品来做销售，亲像无加任何添加物的旺来酥、柠檬蛋糕、烤地油等等，以健康的角度出发，让来到这游客拢会当买到上有特色、够健康的在地商品。我今天呢带了蛋糕，还有手作现编的手作然后今天呢。不错，生意很好然后来的客人跟游客也都蛮多的。凤梨干拢是阮家己迄对，啊，过来凤梨酥是原汁原味拢凤梨自己做的，凤梨馅也是都自己，而且我们的东西都不加添加任何东西，哎，就是对，很天然，嘿，啊，这豆干是阮。社区内底的技工，阮遐家己正经的拍的，都是我们社区自己生产的。市集现场是充满着人潮，真侪游客看到这商品，拢感觉非常新鲜，也真肯定每一个社区所研发的创意商品。今天刚好来，就是围着三街这边走走，然后就刚好看到民间乡这边的社区有出来摆市集，然后他们的产品就都蛮有特色的，然后也有自己也有吃他们一些像蛋糕啊，还是说一些水果，这些其实都蛮好吃的，然后还有一些茶叶，这些其实都听说都蛮有名的。就着实际摆摊，让社区产业会当加入去人潮，唔能成功推广在地特色，嘛好过较侪人知影，原来社区买当有无改发展。记者李伟霆采访报道。